在升空之前需要做一个现场的实验段。在做实验段的时候呢，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材料一般呢，就是施工的环境温度在5度以上才可以施工，这样呢对这个再生效果非常好。在实验的阶段呢，我们要确定这个设备的行走速度和深度，进行一个洗爆材料的一个配比，最终的一个像弯形啦、平整度啦，包括我们的深度、厚度和宽度这一块呢，我们把它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材料最终的一个设计标准。介绍一下它的第一个什么特点，像它的动力啊，它的最主要的核心部件选择的是什么？这块呢是采用了智能控制，大家可能驾驶室里面有机会可以看一下，它呢就是采用的是智能控制，像我们洒水系统，像我们普通的再生机啊，它的喷头啊经常容易堵，因为水泥在放一块，像这种呢喷头啊，它是可以有自动清洗的，像油罐一样自动伸缩。介绍这么多，大家可能没有直观的印象。现在我们开始进行一个施工的一个大家。再生机，我这次购买了一台的能再生车，能再生的这次让我非常满意，施工是简便，高下，这个质量上呢，洗刷的量非常均匀，深度呢也非常满意，按照客户的要求也非常满意，油耗非常低，非常经济，施工的服务质量。非常好，我们以后徐工徐工集团会加强合作，徐工徐工，祝你成功，徐工徐工，祝我成功。
什么？